家好。啊，吃太饱了哈，没有声音。大家晚安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台东。那我们是白羊姐妹花，有听错了哈。刚刚铁花村村长已经恐吓你们那么多次了，有没有听过？是，那可以多吃两片烤肉。我开车很远呢。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，就有姐妹花为大家唱几首，唱几首好听的歌。首先，第一首唱这首歌叫做《妈妈的花》。好，等下我们乐手要扣钱，怎样？什么扣钱？弹错一个音。好，原来我们还没掌声鼓励一下好了。